Diamond Technique 是马来西亚商用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领航者。本公司自1996年创立以来，我们不断与时并进，除了数据化，还为配合本地商用车零部件的需求，特别创立了 TEC-PARTS 平台，更成功地打入东南亚及亚洲市场。为了使 TEC-PARTS 旗下的平台更接近于大众，我们特地在巴杜克区设立了新的分行，以吸引更多顾客。这是 TEC-PARTS 的旗行店，也是一家专门提供柜台销售的分行。此分行是拥有4层楼高的店面，但根据传统店面规划，所有货品摆设分布在不同楼层的开放式货架上，工作人员得花长时间在不同楼层来寻找相关货物，所以在短时间内快捷完成交易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当我们遇到 Kardex Shuttle XP 垂直升降货柜后，这些棘手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Kardex 为我们设置了一台16米高的垂直升降货柜，它是一台相等于4层楼高的机器，它将根据货物的大小重量来分配托盘以及不同高度级别来储存，以便充分利用仓库机内的空间。我们在店面装置了一台现代化先进的机器，除了提供客户简便快捷精准的服务，更让他们留下美好印象。员工只需要在显示器上点击几下即可找到任何货物， Kardex 机器会正确地将所有托盘直接送到员工面前，大大减少了员工拿错货的失误。 Kardex 机器的系统数字化和自动化极大提高了交易速度以及员工的操作效率。 Kardex 这机器配有2个进入口，前开口位于销售柜台，用于输出货物，后开口面向仓库，以方便补充货物，提高进出货的效率。员工需要密码才能使用这机器，因此更能确保昂贵的货物在机器内的保安性。 Kardex 仓储机的设计大大改善了员工工作环境与效率，既省时又省力。 Kardex 每年还提供2次完善的维修服务，以确保机器有效的操作与运行，让我们能安心经营业务。 Kardex 为 TEC-PARTS 的平台创造了许多新的突破，让我们的团队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发挥更多的创意与创新。